是万花姐，她是我在音乐路上的前辈。她是小白，她是我音乐路上最有默契的好伙伴。今天呢，我邀请万花姐来到我的部落，我的部落就在花莲县万荣乡红叶村。小白好像有武功哦。每周六晚上9点，请准时收看《阿里阿里一起回家吧》。